家好，我是 IP 的洪龙老师。这段影片要送给蛋商三字头的所有拉丁组的成员们。首先要感谢正妹老师，让我有机会认识你们。对，啊，老师记得在编你们第一支舞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们都还是一年级新生，如今都要办成国展了，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那而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们有努力不懈的练舞精神，就是我觉得你们是所有一年级里面就是最勤劳，然后练舞最拼命的一群人。对，所以其实老师是很感动的。对，那今天是你们成果展，老师预祝你们成果展顺利成功，然后也不忘提醒大家，成果展结束之后一定要好好的用功读书，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是阔赖营地，平林的阔赖营地，喜欢吗？马上讲 ，Go Go！ 送给你们，哇，我爱你们。Hello， 世商的学妹们，对，也算学妹们，学生们，孩子们，这次真的很开心，可以跟你们一起跳老人舞。那也看到了很多以前毕业的学姐，虽然有些人没有回来，但是其实你们每一个我都很想念。对，那有一些人还在跳舞，有些人没有跳舞，但是我们又再次因为学妹的这次惩罚然后聚在一起，然后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。然后因为这次有一些学姐有跳之前那一年我帮他们编的舞，所以这件事我特别感动，就是看到你们现在的身体，成熟的身体去做当时的那些动作，我真的觉得看到你们成长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对，那所以希望今天大家都玩得开心，也看得开心，那也很希望一直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老人们还有我再回来跟大家相聚，希望好不好？每一年 ，OK， 惩罚大成功，永远爱你们。今年已经不知道是我教松商第几届了，然后我知道今天是你们成果展的今天，你们一定非常的紧张，但我知道你们一定准备好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上次看过你们的彩排，气势真的非常的有，然后希望你们跳完这一场呢，能带着这个美丽的回忆继续往前走，继续跳舞，好不好啊？加油！很开心可以帮你们排舞，然后你们很乖巧很认真，所以我好喜欢。那今天是你们的惩罚，希望你们在台上可以好好的发光，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跳给大家看哦，加油。亲爱的松商跟世商的女孩们，恭喜你们终于惩罚结束了，这一阵子真的辛苦了，然后从第一堂课看你们就是跳舞呆呆的，没有曲线，没有态度，然后没有弹性，
到最后一堂课，我看你们跳出来，我其实真的有傻眼，然后很开心，也很感动，其实心里也蛮激动的，觉得你们从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样当一个很美丽、很有韵味的女生，到最后一堂课，我觉得你们是又美又有个性，然后又非常的火辣。那我觉得女生跳舞，我很强调是一定要有质感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跟个性。那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在跳舞的时候，你们会对嘴，你们会有各种细节的表情去玩那个音乐的态度，我真的很高兴，很高兴你们懂我要教给你们的一些观念，跟你们真的有吸收，你们有享受音乐，享受舞台。然后非常伤心，我没有办法在惩罚当天看你们表演，但是我期待影片，然后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棒，一定要继续跳舞，然后一定要努力考上台北的学校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各种 party， 一起去玩更多的表演，然后一起享受音乐跟舞蹈，甚至我们让更多人一起喜欢跳舞，好吗？打勾勾，一定要来台北哦，一定哦，打勾勾，我爱你们。Hello， 我亲爱的美丽的三只美人鱼。恭喜你们终于要办自己的惩罚了，然后很可惜我们不能去看你们，真的是很难过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们在这中间付出了多少，然后蜕变了多少，然后经历过我的基础教学，然后经历了黑妹的严格的训练，我相信你们的惩罚当天一定非常非常的棒，迫不及待，真的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的影片，所以你们可以的 ，Go， 爱你们。